各位，各位，请大家来听。
好卖力的演出，谢谢这群有活力的小朋友，也谢谢蔡园长，谢谢两位带队的老师以及台下辛苦的爸爸妈妈。这些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他们照顾这么可爱的小朋友。
有很大的压力之外，其实这些个案的家庭的照顾者
或是他的家人，他的共事的对象，整个跟他有关系的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所以这项工作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心理卫生或是精神疾病所有的个案在这个社会它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被污名化，尤其他们在就业、在求学、在生活适应、在交友、社交，甚至婚嫁，或者是要孕育下一代，其实他们到现在已经过了这几十年了，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我们接触过非常非常多的病人跟他的家属，我们非常近距离的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对于这整个家庭会带来多大多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很希望这些家属不要这么的无助。其实我们很多的专业的一些资源是可以协助他们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因为专业的介入而可以为这个个案带来的改变、帮忙恢复正常的生活，对这个家庭整体的一些改善提升，真的是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成功案例。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要鼓励，也要感谢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愿意投入这一块的这些前辈的工作人员，感谢大家的不离不弃，感谢大家持续的投入。这条路不但是很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需要集合更多更多的一些大家的了解跟大家的帮忙一起进来。所以我们希望未来来参加嘉年华会的不是只有我们，还有其他跨领域更多的人更加了解到底心理卫生或者到底精神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更加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重视，而且更加的可以帮忙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一个过程里面，在一些起起伏伏的一些人生历程上都可以获得的帮助，甚至医疗最新的一些进步上大家都可以获得最进步的一些资源，在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不管是卫生领域、社福领域或者其他的领域都能够获得需要的帮忙。我想今天很荣幸的再一次代表社会局的高雄市政府来欢迎大家，也希望未来的路上大家一起努力，谢谢大家，谢谢今天的大会，谢谢，谢谢。Thank you.